哟，大家好，午安。哟，亲爱的好朋友，中午12点要到台湾万凤桶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Tony Chen 老师。哟，各位平安哦，谢谢啊。这个大家午安，大家好。本来呢，对，今天本来要出外景哈，然后因为我们受访单位呢，他昨天晚上呢。家里的突然有重大的事情了啊，哦，那就要把我们的这个外景访问延期啊，哦，所以呢今天没有出外景啊，哦，所以呢有时候呢人说人有旦夕祸福啦，天有不测风云啊，哦，这个我也祝福呢我们这受访的店家啊，哦，一切能够好好的这个节哀啊，哦，那能够呢。把这个事情处理好，那我们再约时间了啊，哦！好，也希望呢大家多珍惜能够相聚的时刻啊，哦，因为这个有时候啊，这个人算不如天算呐，啊，哦，所以很多事情，汤小师抱的观念就是随缘啊，哦。然后的话呢，也祝福啊，哦，所有我认识的朋友啊，哦，认识我的朋友都能够平安啊，哦，来台湾万花筒。我们今天呢是10月18号，2020年哦，2020年。那今明两天呢都是天气很好，听说下个礼拜又要变天了哈，哦，所以呢鼓励呢这一两天赶快洗棉被、晒棉被啦哦。我待会下节目哦，也要去那个洗棉被、晒棉被啊，哦，我也是要去洗棉被、晒棉被啦哦，因为利用呢好天气。赶快做点家事啊，这个是 very very important 啊，很重要啦，做家事哈。好，来，咱先来听这个两杯酒好啊，来两杯酒，谢谢啊。早上洗比较快干，对啦，啊，因为早上我跑去运动啊，所以应该早上洗。哦，来，谢谢谢谢小啤酒的建议哈。早上洗棉被比较快干，没错。来，两杯酒献给大家。人松松快快饮一杯欢喜的酒，来我敬你。舒舒行行也如意，轻轻松松无忧无愁，欢喜过日子。乐乐无烦恼，乐乐人吃饱哩。不管是为什么，不管是啥代志，心情也着放好开。嘿，一旦好起哟。嘿，一番好气哟，祝福你，咱斗阵就是好气哟。哦，我们林志奇，缅甸的志奇你好，哇，欢迎你进来。人爽爽快快饮一杯欢喜的酒，一杯来我敬你，事事行行也如意，天天生生无忧无愁，欢喜过日子，快快乐乐无烦无恼，人人吃饱哩。心情也着放好开，今嘛好气哟，嘿，今嘛好气哟，今嘛好气哟，嘿，今嘛好气哟。祝福你，咱斗阵就是好气哟。轻轻松松，无忧无愁，欢喜过日子，快快乐乐，无烦无恼，人人吃饱哩。不管
是啥代志？心情也着放好开。你莫好奇哟，嘿，真该好奇哟。祝福你，咱斗阵就是好奇哟。Thank you 啊，我们志奇啊，我们志奇啊。这个汤炫老师呢，在缅甸的干儿子哈，谢谢他，他在 FB 哈帮我们打了 Good afternoon, Daddy Chen 啊、哦，谢谢啦，谢谢你啊、哦、，God bless you 啊、哦。我知道缅甸好像呢，对新冠状肺炎呢比较控制的比较好哦，好像缅甸的案例比较少哦。这边的话也祝福我们自己一切的平安呐啊、哦。当然呢，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的新冠状肺炎哦，应该是全地球都一样 ，no matter 哦，大家的话经济好像都停摆了，人生好像按了一个 pause 键，有没有 ？pause pause， 哎呦，我们的陈泽宇啊，陈泽宇生儿子啦，这个、哦，哎呦，我要跟他讲恭喜了，我要跟他讲恭喜他。这也是我干儿子啦，叫陈泽宇，你看一下，哎呦，他传他的儿子的照片给我，刚出生的宝宝，哎，好微妙哦，有没有？这好微妙，你看一下，啊、哎呦，你看出生的宝宝，我这个儿子啊，把我这个孙子的照片这样子，他都给他裸体这样拍耶，哎呦，你看呀、啊，我这个小 baby 刚生出来，那个脐带还在耶，你看。哎呦，感谢上帝哦、oh, ，God bless you， 好奇妙哦！我就看到这小宝宝，那个脐带还在耶！哎呦，哎呀，我要跟他恭喜恭喜了！哎呦，真的，哎呦，他刚才传这张照片给我，这个是我干儿子的儿子啦，应该是我孙子 ，my grandson 呐！哎呦 ，my grandson， 喂，你有没有看到？哎呀，这个是。我的孙子呢，怎么见呀？你最阿哥啊，你知不？哎呦，这个你最阿哥啊呢？哦，小鱼你好，要不要看到我孙子的照片啊？小鱼，哎呦，他爸爸这样传给我，我待会赶快跟他，他爸爸要传这个照片给我看，哎，好感动哦，有没有看到？哇，小鱼威尔看到吗？这小宝贝呢？哇！好奇妙，他那个脐带还在呢，那脐带你没有，那个脐带还留在身上哎，啊、哦，感谢主，真的不简单啊、哦！我觉得这个，哎呀，泽宇呀、啊，你刚刚在线上啊，我看到你传这个你儿子的照片给我了，哇，这张是刚刚生出来的时候拍的，啊、哦，恭喜啦，恭喜你做爸爸了，真的，哎呀！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啊、哦！我看到这个出生婴儿的照片，我真的好感动哦！哎呀，真的非常感动啊、哦！我们这个陈泽宇哈、哦，这个祝福你啦，也祝福孩子，祝福孩子的妈啊、哦！这个谢谢你，谢谢你捎来这样的喜讯给我哈、哦，感恩呐、啊，感恩啊、哦！来，我们下一首歌《古月照星辰》，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哈、哦、蛮难唱的，《古月照星辰》。
孙子什么时候出生的啦、哦、他跟我说今天才生，今天啦，所以今天呢是我这个孙子的这个出生日，4月18号，2020年呢、啊，哎呦，真的是，这个我这个干儿子呢，这个陈哲宇呢，他是台湾体院呢、啊，他现在叫台湾体育大学毕业，啊，也做过我的助理，他也是我们 UP 哦，他也是我们 UP 的观众哦，哦，他也是我们 UP 的观众，也来当过我们的来宾啊、哦，后来就让我做干儿子，他就叫我干爹啊、哦，叫陈哲宇了啊。哦，在这边要真的再次的恭喜、哦、我们哲宇啦，哎呦，这个真的，来再一起看看哦，我这个孙子有没有看到，哇，今天才出生呢、啊、哎呦，4月18号2020年，小鱼有看到吗？我们的好朋友小鱼，我们的小编，哎呦，真的这个好好奇妙哦，你看小鱼，小玉喜不喜欢小 baby？ 你喜欢小 baby 吗？哦，真的，我一看到小 baby 真的很可爱呢，有没有小 baby 啊、哦？潘小老师是超喜欢小 baby 的啊、哦、！I love babies 啊、哦、！I love babies。我常常哦，跟很多女性朋友讲哦，我就讲一个观念，我说哈、哦，如果你哪一天哦，那您怀孕了，我知道以前我们那个时代哈、哦。有那个女性朋友啦，然后呢怀孕，那位还没有准备好当妈妈嘛哈、哦，然后就把孩子拿掉这样子了哦。啊，我呢都常常跟我的亲朋好友说，我说哈、哦，如果呢您的哪天有 baby 对不对？啊，你还没有准备好哦，没关系，你跟汤轩老师联络，那老师呢协助你把孩子生下来哦，那汤轩老师帮你养小孩，我帮你养小孩没关系哦。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啦、哦、啊，等到呢你觉得你比较可以了，准备好了再把孩子带回去啊、哦。这个我常常都这样子在讲这件事啊、哦，因为我觉得孩子真的都是一个宝啊、哦，也是呢上天赐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啊、哦。那大家如果有小孩的朋友，好好的珍惜啦啊、哦、啊，毕竟不是想要有小孩就可以有小孩的，对不对啊？哦，所以的话，这是我真心的感觉，只是说我第一次看到孩子就是当天出生的照片，你知道吗？当然我看过很多 baby 小 baby 的，可是这是我一生当中我第一次看到的，他刚刚出生而已。今天2月18号2020年啊、哦，我第一次看到，真的，我儿子传给我，为什么我很讶异呢？因为他的那个脐带还在身上啊，他这个脐带还在身上啊。可是我觉得，因为我儿子是学体育的哈、哦，我觉得我这个孙子将来也是真的大将之风。你看他这个，我觉得他刚出生呢，很壮的感觉，有没有觉得头脑壮壮这种感觉有没有？哦，我觉得他真是头脑壮壮的了，所以应该是很像我这个儿子。我儿子啊，这个也是很快，很英俊啊，很英俊倜傥就对了啦。哦，真的，所以他的儿子应该也是大将之才啦哦。好，谢谢大家一起啊来分享汤轩老师这份喜悦。来，下一首歌呢啊，我们来听呢跟往事干杯啊、哦、Let's say goodbye to what happened 啊、哦、应该 Let's say cheer to what happened 啊、哦、干杯应该叫 cheer up 跟往事干杯。被人伤
谢谢大家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跟往事干杯》啊、哦！现在收看的节目呢，每天中午十二点在我们 UP 独家直播啊、哦！台湾万花筒，我是节目主持人 Tony Chen 老师啊、哦！今天呢是4月18号，2020年啊，4月18号，那也是我呢孙子出生的日期了啊！哦我刚才跟我干儿子打了一个讯息、哦、我想说我这个阿公应该要送给他一个礼物，我也不想要送给小朋友什么礼物呢，我不知道送给小 baby 什么礼物你知道吗？小鱼你认为呢？你认为要送给小 baby 什么礼物啊？因为我觉得我这个阿公应该要送给小 baby 我这个孙子一个礼物啦，我也不想要送什么礼物啊，我就打电话给我干儿子、哦、我用那个 message 啦，我跟我干儿子说我来准备一个礼物哦，啊，告诉我说小 baby 想送什么礼物哦，
因为有时候想到的就是有时候尿布啦，有时候呢想说他吃什么牛奶啊，这我都不知道，要问一下他妈妈，反正就是给他买一个礼物送给小 baby 啦、哦、不晓得你们认为呢，你们可以提议一下吗？小玉，你认为呢，你认为呢，如果有那个 newborn baby 哦，我们做阿公的要送给孙子礼物要送什么礼物呢？哦，刚出生的婴儿啦， newborn baby 啊，我们叫 newborn baby 要送什么礼物哈、啊？那大家可以提议一下啦，你们有没有经验？有经验的人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哦，应该啊，要送给新生儿什么样的礼物呢？啊，谢谢。那下一首歌呢，汤夏老师为各位献唱好听的歌曲，我们秋蝉，我来为各位献唱秋蝉。春水江汉，看我把绿叶吹黄，谁道秋下一星愁，雁过绿叶已悠悠，花落红，花落红，红了枫，红了枫，展翅人向双绿烟，握着过已过的残冬，终归是秋天，终归是秋天，乘走了夏夜去秋意浓，秋去冬来，美景不再默，恰好尘世匆匆，我恰好尘世匆匆。春水江汉，看我把绿叶吹黄，谁道秋下一星愁，雁过绿叶已悠悠，花落红，花落红，红了枫，红了枫，展翅人向双绿烟，握着过已过的残冬，终归是秋天，终归是秋天，春走了夏夜去秋意浓，春去冬来，美景不再默，恰好春事匆匆，莫恰好春事匆匆。哟，谢谢哇，我们的秋蝉，谢谢大家的欣赏。我们小玉给我们建议说，比较好的就是宝宝的金饰。哎，其实我有金镶玉，我可以准备一尊漂亮的金镶玉送给我的孙子。然后呢，再来就是尿布等等宝宝的用品啊、哦，宝宝的用品可以呀、啊，我就请他爸爸跟我说，哦，看他有需要什么，让他去想一想再跟我说啊。哦
或者是他买一买我给他费用比较快我可能不知道怎么买宝宝的东西啊、哦，谢谢啦，陈永祥，陈大哥，我们的前辈，你好，你好，哇，这样子给我鼓励啊、哦，歌星级的唱将，哎呀，前辈太客气了。我在那个大陆公司啦，我们是 UP 公司啊、哦、，UP 公司，目前主持这个节目《台湾万花筒》，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一个小时啦啊。哦谢谢谢谢我们前辈啊、哦，也是我们的资深记者、资深媒体人陈永祥啊、哦。我们谢谢陈大哥进来啊、哦，来看看我阿婆呢有什么礼物呢？我该送还没有送的，把它送一送啊、哦。我看我还有什么礼物哈、哦？来，我现在背包，我背包还有这个有一个礼物，我把它送一送哦。是，然后的话，我还有那个可以翻牌，是不是？因为其实啊，我都不大懂，都是红酒杯啦，红酒杯会跟我们讲啊，红酒杯很热心，也很谢谢他。待会有那个宝藏之书进来，哎，宝藏之书来，我翻一下。他说好像是要翻一翻，没有翻的话，好像啊，他时间过了，那个礼物就不见了，是不是会 disappear 啊？这个礼物的事小鱼清不清楚，好像Tony Chan老师还可以翻一次牌，是不是哦，来天使之章，我看看是吧，哦，剩余探索次数哦，对对，我好像可以翻一次牌、哦、好，那我来翻翻看啊，气矿门我们再翻着下面记得嘞，哦啊，这个是什么，哇，我换一个这个东西，这个包好不好，哦，我换一个，这样没了就换一个，然后然后这样换就有了吧，它好，然后会跑到包包呢，跑到背包是吗，那个包是什么，哎，目前还没跑过去，还不会跑过去，哦哦，行，哇，这个哈、哦，我刚才换那一个，有，好，他是不是要有时间才会跑过来啊？我现在不大知道。哦，我刚才换的那个算已经换过了吗？已经换完了吗？我的宝藏之书好像我已经换了，是不是？好，那怎么会跑到我的背包？是要再按哪里吗？还是自然会跑过去？哦，小鱼，你清不清楚？他就好像那个宝藏之书，我刚才按了一个东西。宝藏之书好像我已经按完了嘛，宝藏之书我再点进去看一下，哦，宝藏之书，我们这 UP 公司啊好棒哦，好多的礼物我都不是那么清楚，好，我已经应该都按完了，然后这个包是什么，这个要干嘛的哈、哦、然后这个这样子好啊，这样子还要按哪里，哦 OK 谢谢啦，如果你们如果知道的话哦，啊再跟汤小老师讲一下好不好，哦哦，说老师如果有什么礼物没有领啊，你们再告诉我一下，哦，小鱼你也不清楚啊，好像这样红酒杯才清楚啊、哦、红酒杯比较清楚啊、哦、好，我再请张经理问一下红酒杯啊，红酒杯都会帮我看啊，他会提醒我啦，哦，他会提醒 Tony Chan 老师啊，非常的谢谢啦，谢谢红酒杯哈、哦，这个红酒杯比较清楚。来，下一首歌，我的未来不是梦啊、哦，昨天蛮好的，昨天我们新冠状肺炎台湾是零确诊啊、哦，我每次下午两点。
们三立欧明大哥啦，哦，前辈，谢谢你的问候，谢谢你，午安。看一下老师看到的，感谢你。谢谢啊、哦！今天真的好荣幸呢，那个前辈欧明呢啊，欧明大哥，哇，谢谢你，谢谢你进到我台湾万花筒啦、啊、这个频道啊、哦，这个是我们 UP 公司的节目啊、哦，我在 UP 公司第四年的这个节目呢，每天中午12点到1点啊、哦，在 UP 独家直播，然后呢，目前 UP 呢有409位啦，409位观众在看啊。哦因为它主要是在 UP 播啦，那我 FB 是顺道偷偷的播啊，主要是我们 UP 公司。那啊，这个黑面大哥，黑面大哥还好吗？哇，因为呢，过年以后呢，就是疫情的关系，是不是很多活动都取消？哇，黑面大哥这一阵子就可以不要这么累了，你平时都好操劳哦。我看呢，你那 FB 很不简单呢，南北，而且你的这个秀场哦。真的好多、哦、真的是秀场主持天王了，挥我们黑面大哥莫属了啊、哦！谢谢你。那汤轩老师住台中了哈，如果疫情过后啊，有什么登台的机会，再请你多提拔 Tony Chan 啊、哦。Tony Chan 呢配合度很高，而且的话费用随便没关系，我那就是去玩的而已啦啊、哦。我都知道黑面大哥给的这个艺人的酬劳都挺高的啦啊。哦但是的话，酬劳真的没关系。就如果有机会啊，可以登台的话，就是分享欢笑给大家了啊、哦。再请我们欧斌呢啊、哦，我们呢黑面大哥林多呢，搞温看行，汤丽圈老师再次的谢谢你啊、哦。好，我们 UP 的贵宾淡淡的忧伤，你好，淡淡的忧伤，你好。今天是礼拜六哦，我们的。这个啊，4月18号，2020年啊，汤丽轩老师呢在 UP 直播有送 UB 换好礼啊。那我们再请了我们 UP 的贵宾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呢，那可以多捧场啊，因为毕竟呢，我们呢淡淡的忧伤你好啊，我们那个啊送 UB 换好礼，我们送的礼物都是很棒的哈、啊，像呢。啊、最近的话就有一份礼物，也是母亲节送给妈妈，很棒的啊！淡淡的忧伤，告你在线上啊，可以参考看看哦。这个呢是呢 ，Tony Chan 老师呢啊，这个 UP 直播好看吧宝藏节目采访，我们店家所赞助的啊，他呢就是呢健康这个优先的鲈鱼精。我们大家知道鲈鱼的话就是很补身体，你们知道吗？这一包的话就是一只鲈鱼的营养价值啊。那这个公司的话是安永新食管他们所 出版的啊，安永新食管老师的话可以附上他们的这个 flyer 啊，他们的 flyer 是有介绍啊，在这个宜兰啊，他呢是在宜兰呢这个苏澳啊，你们可以上网哦看一下啊，他呢是安永新食管哈、哦，他连续三年就是2018、2019跟2022年呢，荣获世界品质评鉴大赏的金奖哦，连续三年。那他现在呢，这个董事长哦，当属丢呢，当属丢现任的董事长呢是谁呢？有没有人知道？现任的董事长呢？是我们前彰化县县长哦，来，我们彰化县县长，我们翁金珠哦，翁董事长哦，就是呢，他现任的董事长了哦。那他的品质是没话说，因为这个得到世界大奖。那他提供呢，就是老师告诉你，安永新食管对这一盒的话，它这个礼盒包装它是台币1200，台币1200哦。那外加我们在外送哦，在外送呢，
这个也是安永新使馆他们的海苔夹心哦，就一个名额而已哦。你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母亲节最佳的好礼啊、哦，我们各位观众朋友，如果还没有帮呢长辈准备母亲节的礼物啊、哦，汤炫老师 up 直播好康宝宝教节目送 UB 换好礼啊、哦，光呢我手上呢这个鲈鱼金礼盒就台币1200了啊、哦，我今天两个合在一起啊、哦，外加油脂，汤炫老师只跟你收台币1000。或者是 UB 2000、哦、在我们 UP 直播节目、哦、我们的送 UB 换好礼当中、哦、再请各位观众朋友热情的来支持、哦、那我们只有一个名额而已、哦、只有这一份名额而已、哦、如果我们、可以支持的朋友再麻烦帮我们在画面上加一好不好，来再次谢谢你咯，也再次谢谢淡淡的忧伤，谢谢你进来、哦、好，这个再来呢啊，刚才听的是我的未来不是梦，对不对啊？张雨生呢？
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大海》，欢迎来宾的欣赏哦。刚才呢，我们 UP 的贵宾呢，小皮球说老师，你那个黑糖，姜黄黑糖有没有拿出来啊？来，姜黄黑糖已经没有了哦。我们呢送 UB 换好礼，对不对？只要送完了就没有了哦，因为这不是在卖东西，这个在送东西，送出去就没有了啊。来，我们姜黄黑糖呢，要感谢呢，我们呢台中东市慈埔山财神寺，我们林世清师傅跟林淑娟老师啊。姜黄黑糖呢，在防疫期间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一样的这个礼物了啊。那如果我们亲爱的朋友你要姜黄黑糖的话，可以直接呢跟我们林淑娟老师订购了啊，跟他订购来。0988141489 0988141489、哦、你再呢跟李淑娟老师联系就好哦，因为没有就没有了啦，没有就没有了哈。来125K 啊， 125K 呢百茶这个老处体验观光工厂，百茶老处体验观光工厂我们也没有了，也都送出去了哦。这个谢谢你啦小皮球，哇你都有在看节目啦，都下力啦哦，谢谢。百茶老处呢这个体验观光工厂哦，这个已经我也没有了哦，谢谢小皮球，小皮球哦。来没关系，我们就是缘分啦，有拿到的朋友也是一个缘哦，那没有拿到的朋友，如果你有需要，那你就跟他们的受访单位直接购买就好了哦。来，谢谢谢谢啊、哦。有的话呢，汤丽娟老师呢会在节目中跟各位介绍。那介绍的东西，如果你有想要哦，那你一定呢要赶快跟汤丽娟老师说啊、哦，或者是用 LINE 8253TC 告诉老师，因为没有家就没有了啊、哦，因为。啊，我们送 UB 换好礼呢，其实都是呢市价的，也许五折，也许六折，对不对？最多都还有七折，都是打折再打折哦，跟各位结缘呢啊、哦。那主要是呢，汤炫老师每个月要为 UP 公司收到8万 UB 了啊、哦，是这个原因。我们 Mango 你好，好久不见了，礼拜六好 ，Mango。哇，谢谢你进来，送 UB 换好礼哦，母亲节最好的礼物哦。刚好 Mango 进来，老师让你们看一下，这个的话是我们永安新馆他们呢所这个赞助的礼盒哦，这个是鲈鱼精，鲈鱼精很健康，这个给妈妈喝非常的好。它本身的话呢，荣获呢2018、2019跟2020年。世界品质评鉴大赏的金奖啊、哦，这个鲈鱼精，鲈鱼精呢这一盒的话呢是1200元呢，再加上我们这个也是永安新，也是呢我们的这个安永新馆啊、哦，安永新馆的话呢，他们的这个海苔夹心啊、哦，这个是综合坚果。我们这样子对不对？含油脂啊、哦，含油脂。我们呢送 UB 换好礼，送 UB 换好礼呢，我们就是用2000 UB 和台币1000跟各位兑换，它只有这一组而已，只有这么一组了哈、哦。谢谢你，我们谢谢 Mango 进来，汤炫老师让您知道一下。另外的话呢，我们的 Robert 啊、哦，哦，日期哦，日期的话。这个很久哎、欸，这个到2021年5月13号，这个到2021年，这是新出来的，到明年5月13号。然后呢，这个我看一下哈，我帮你看，因为这个都是刚赞助的啦，所以的话，老师帮你看哈，好，都是刚赞助的，这不是放久的啊。哦，这个的话，这个我都还没有开耶，我都还没有开啊、哦。谢谢，所以这个保证期限你放心啊、哦，期限你放心，这个到2021年5月13号啊、哦。
谢谢我们，谢谢 Mango 哦，谢谢 Mango 哈、哦。另外的话，还有一样，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用得到。一样的话呢，如果你们有小朋友哦，小朋友喜欢恐龙的朋友，我拿一下哈、哦。这个是书号，这个 Robert Y。啊，这个又是另一件了哦，这个也都是我们 UP 直播好看吧宝藏去采访的。这个是苏澳哈，您那么上网看就有，他是 Robert Y， 叫做那个废墟罗湖宫，他赞助的，他一份就这么多，他里面是综合的哦，因为他们是恐龙馆，恐龙馆里面呢哈、哦，我们呢这个 Robert， 我们的杨馆长他赞助一份是这样子哈、哦，各位看一下，如果喜欢恐龙的话呢，这个的话是。啊，恐龙 dinosaur， 啊，这也是 dinosaur， 这个是恐龙存钱筒啊，这一样。然后呢，它有一件恐龙 T恤， 啊，好，请看荧幕哈、啊，好，老师看一下荧幕，谢谢，我看看荧幕先。哦，谢谢谢谢，好 ，Mango， 谢谢你。那这一份的话，我就把它寄给你啊，谢谢你啊，我看到了。那你帮老师送出2000 UB 来哈、哦，然后这第二件礼物我让你看一下，它呢第二个就是恐龙 T 恤啊，这个 T 恤，它这个 T 恤呢，第二个有 T 恤，然后呢它有这个恐龙 dinosaur 的这个，哦 ，dinosaur 的这个包包哦，恐龙的包包啊、哦，第三样，然后还有那个玩。那个陶瓷，这个也不是玩具，这个是陶瓷品啊、哦。它总共有五样啊，就是一整份啊、哦，也是它赞助我们节目的。好，也是一样，一份也是2000 UB， 也是台币1000啊、哦。好，这一件这个您刚好不需要吗？好，那我把它收起来啊、哦。然后呢，还有第三件啊、哦，那个 Mango 可以看一下，如果需要我就一起寄啊、哦，我一起寄给您。好，你等我一下哈。最后一件哦，第三件啊、哦，第三件，因为如果刚好有需要，老师额外就寄给您哈、哦，就是一起寄啦，这样子比较方便哈、哦。来 ，Mango， 第三件呢也是呢，我们的这个鲈鱼精，这也是给妈妈喝哈、哦，非常的好，长辈喝非常的好啊、哦。然后呢，这个到期日呢，这个是到2021年1月10号。2021年就是到明年的1月10号了啊，明年1月10号，这还有一件啊，因为他总共赞助了两件，那这一件呢配的是什么？配这个养生茶，这个女孩子呢，我们体内环保哦，这个养力健茶，养力健茶本身它是30包，它就是茶包哦，它里面的话呢，白鹤草、仙草、决明子、洛神花哦。然后呢，就可以帮我们体内反饱了哦。这种的话，是体内反饱。这个的话呢，这一件的话是呢，我们呢125K 百茶老处，我们的体验观光工厂哦。这个的话到期日的话哦，2022年，这2022年哈、哦，这个12月8号，2022年12月8号。等于说，他有这么一件啊，还有这一件也是一样，台币2000啊，不，台币1000又币2000啊。如果我们 Mango 你需要的话，我可以一起寄啊。谢谢你，那在这边再一次谢谢你了哈。那礼拜一呢，我们张经理会帮你寄出啊。这个就是我们呢啊今天所介绍的啊，我们三件送 UB 换好礼啊。谢谢我们这个 Mango。安尼搞阮捧场，搞阮照顾啦，这感恩呢。谢谢 Mango 热情的送出的礼物，感谢你啊、哦！
谢谢谢谢谢谢 Mango 哦 ，Mango 的话，这个是我们的芒果，谢谢芒果哈、哦。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鲈鱼精礼盒的话，总共是有两份呐、啊，哦，两份。然后呢 ，Mango 如果两份一起拿的话，就帮老师送出4000。啊，如果说你只拿一份，就帮我送2000哈、哦。谢谢你，那礼拜一我们张经理会寄给您哦。谢谢谢谢哈、哦，感谢感恩啊哈、哦。好，那再来呢，唐立强老师呢来为 Mango 唱一首歌啦哈、哦。谢谢，阿尼嘎朗琪琪啊，真的无限的感谢，无限的感恩呐啊、哦，因为。这个我们就像好朋友都知道，汤轩老师呢每个月还是有义务呢交呢这个80000的 UB 给 UP 公司啦啊、哦。那这个好朋友呢，如果说刚好有机会啊、哦，然后呢也支持汤轩老师啊、哦，就帮我们参加送 UB 换好礼啊、哦。汤轩老师呢真的万分感谢啊、哦。那在这边呢也再次感谢我们安永新使馆他们。热情的赞助我们，谢谢。来，我为我们 Mango 才唱这一首《春风吻上我的脸》，谢谢 Mango， 也祝福 Mango 呢，假日，今天礼拜六，休假愉快，谢谢你，《春风吻上我的脸》。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是说是春天不觉晓，只有那偷懒的人才高眠。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真正的春色在人间，几个心早就曾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日里处处化成烟，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谢谢谢谢我们 Mango 热情的帮我们呢参加送 UB 换好礼活动，热情的赞助我们的节目，谢谢咯。我们台湾娃娃桶明天中午12点见，谢谢。真正的春色在人间，几个心早跟春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日里处处花成烟，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谢谢，好，感谢大家欣赏这首《春风吻上我的脸》哦，《春风吻上我的脸》，谢谢。那也谢谢 Mango 哈、哦，那 Mango 你好，老师有看到了哈、哦。那礼拜一呢，我们会把呢您呢参加的这个送 UB 换好礼这个活动这一份呢，我们会寄给您哈、哦。然后它会有一个礼盒袋哦，就是呢我们永安新
哦，使馆，然后他们的这个DM 也会附上去哦，你可以这个有空可以看看他们的 DM， 上面也对他们公司描写的很清楚，他们这是大公司啦，哦，他们是大公司，他们呢2018、2019、2020年荣获世界品质评鉴大赏的金奖哦。那他呢这个鲈鱼精很简单，拿到的时候就是隔水加热就可以了，可以跟妈妈说就一天喝一包，它就等于是一只鲈鱼的这个它的营养在里面了。像汤炫老师有没有，我2年前我右叶甲状腺切除，老师也是呢喝鲈鱼精，因为鲈鱼精真的它很补也很营养很养生的东西了啊。好，在这边谢谢 Mingo 为我们呢这个赞助我们的节目，也选了很棒的母亲节礼物咯，在这边也谢谢你，也恭喜你咯。好，谢谢谢谢。那相信汤炫老师这样解说很清楚了哈。那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今天呢是4月18号，2020年啊，也是呢我干儿子呢当爸爸的日期了哈。这个全家呢都呢笼罩在一股呢喜气的气氛当中，也特别在今天的节目呢把这份喜悦跟大家分享哦。汤小师祝福大家，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了，谢谢大家，午安。如果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呢也可以用 LINE 哦 8253TC 再联络 Tony Chen 老师，谢谢，我们明天见，拜拜。